钥匙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常用，房子、车子、柜子、抽屉，只要装了锁，就必然会用到钥匙。但是在今天的案件中，这生活之中常见的小小的钥匙，竟然成为了破案的重要线索。我是名侦探花生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钥匙是如何立下大功。这样的男友，哈米加显然太不小心。